秀啊，啊你哪来？我问你，你是不是较逍遥？做出我心里有代志。你已经知影。你敢不知道这一出人命？你不但无可劝佳瑶，你竟然还没人救起来，你到底想哪做人老爸？这件代志跟佳瑶无关系，是我叫伊安尼做的。我就是要用介绍到家的油来赚钱，我逼佳瑶跟我合作，所以这一切拢跟佳瑶无关系。所以你这摆意思是，这一切拢是你的主意？是。拢是我的主意。你害我的妈！你害我的妈！你害我的妈！重复吧！师兄，你到底要拖累你后生到什么时阵？你哪能叫你后生做出这款烂糟蹋啊？张佳瑶，你得好生好生，别仰视五流总爷总经理。啊，不过你竟然……阿姨，你用伊的这款去做出这款死敌呾？你敢不知影把伊代志来逼哭？哪能伊的前途拢乌有去？你知影？你敢知影？知影啦！爸爸就看你安尼拍伊的长相诶！代志到这来啊，无我都去回头啊啦！你甲我拍死嘛死，嘛无路用啦！就因为你的小贪，害勇啊出意外，害你的后生来承担所有后果，谁来出代志啊？不是你！我希望出代志的人是我。秋风，这个代志非常的严重，你得要替佳瑶去跟文正求情，叫文正把代志压落来。要若无让尤总裁知啊，我甲佳瑶拢会吃官司啊！假做假担当，为什么我还去跟文正求情？因为佳瑶是你的后生，你要替你家己的后生想办法。老师兄啊，你有迄个胆量去做这个歹代志，那恁你就要有勇气去承担所有后果。我嘛希望我有才调承担，也毋过真要嘞，也阁少年，我真正无希望咱的囝出代志。你无需要讲遐尼好听。既然李文珍已经知影所有代志啊，那安尼卡叔，伊若决定要变空，要甲所有代志拢压下出，我嘛一定会支持。啊，秋秋，你听我讲，你是文珍的大家。只要你求文珍，一定会听你的。为着咱的囝，为着佳瑶，你得替佳瑶求情啊！我无需要为着你做的失职代，去甲任何人求情。放好，你卖了好无？根本你就真了无情啊！你，你是创啥？各位，你听清楚，敢若你甲老师兄当作是宝，像你这款无良心、无道德的傲人，我真无希望下面有任何交缠。陈秋雨，你凭什么骂我傲人啊？虽然我知影老细像无路用、无才调，阁无啥物责任感啊，啊，不过上无，也刚刚是好的，因最后叫的人是我，不是你。原来你是好阿伯啊！你安讲，我真正听袂出来，你是甲阮爸爸学咯，还是甲阮爸爸考试？同我阁讲啊，拢我一个人唔对，安尼用是无？我当然不是你唔对。苏西吧。妈妈，啊，这行李咱若无等姐姐下班转来的时阵哦，再叫伊做伙。大哥，你是创啥？妈，你要我走啊？对啊，妈妈就讲阮无适合搁住伫遮，要搬去到各处。文珍，是的啦，我知影这边佳瑶甲因爸爸做了伤过超过，可是你若真正要追求，我绝对袂有任何意见。妈，你若是无要替我讲情，那你拜托你们卖讲啊。妈，其实你唔免甲我回信嘞，我只是做事实。是自己心受不起，我嘛会当了解你即摆的心一定足痛的，因为佳瑶做唔对代志啊。啊，不过这拢是因爸爸家己错歹去的，
可能伊自细汉都无一个人会当伫伊身躯边好好甲伊教，啥物代志是对的，啥物代志是唔对的，所以伊才会一点仔判断能力拢无。